你们说我怎么办？我兴高采烈的规划着我甜蜜的恋爱生活，结果给我来了个晴天霹雳，我没有办法接受啊！异地恋能行吗？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你们想啊，我这每天在一起的，现在都分手了，你才刚开始谈恋爱就要异地恋了？哎，顾潇去过德国呀，让他来给你说说情况。顾潇，哎，给我过来。哎，怎么了，亲爱的？你哥那个负心汉要外派去德国了。是吗？医院挺重视我哥的，这次回来估计得升官了。我让你过来是来说这些的吗？那说什么？给夏乔介绍一下德国的情况。哦，德国我去过。德国除了有汽车和啤酒之外啊，还有满大街的美女，又热情又奔放。你跟他们比啊，小朋友。顾潇，你什么？别听他瞎说，听见了吗？小朋友，别听他瞎说，小朋友，怎么可能？非得去吗？你要不就直接跟他说，你别去了。我怎么可能啊？这事关他的前途。我如果阻止他的话，我成什么了？不识大体，脑残女友了。实在不行，你跟他一起去。我怎么跟他一起去呀？对啊，夫唱妇随啊。对，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这么走了？哎呀，这就走了？你太小心了，我开门。哎，慢走啊，小心点。那我也走了吧，我回学校了。行，我送送你。哎呀，走吧，回去给我打电话。好嘞。不错啊，这么熟悉德国，交往过外国女朋友啊？没有。手机给我。不是吧，你刚在一起你就查手机啊？你给不给看？不给看我跟你说，那我满意了吧？真爱了，再见。贵哥，高副院长让我转达你，出国资料填好就尽快交上去。知道了。你是不是没跟嫂子说呀？哎呦，她是不是有点难以接受？那我先去忙了。什么夫唱妇随嘛，根本就不行嘛。
给你跟李女士留的票啊，特别好的座位。我走了。哎，笑笑，不吃点水果啦？嗯，不吃了。哟，看看。少将这孩子真是对咱们笑笑太照顾了，完了好好谢谢人家。是少将？对啊。到此结束，大家都辛苦了，大家表现都非常棒，回去好好休息，准备最后的演出。今天表现得特别好，有没有？你觉得？感觉比之前的状态好了。对啊，好太多了。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演出那天放松心情，肯定没问题。好。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要调整吗？好。我再努力练习一下。对，那些技术的问题就不要想了，最后我们两个享受舞台。好，回去好好休息。拜拜。包别忘了。哦，谢谢。走了。啊，拜拜，注意安全。嗯。小江，林老师，小王，研究啥呢？赶紧吃饭去吧。忙完就是。啊，好，哥，下班了，一起吃个饭吧。哥，下班了，吃饭去。哦，啊，你去吃吧，我有点事情。啊。哎，你又让我独自长胖啊？你从小就是个优秀的孩子，长大了果然也是不负众望，啊，现在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小提琴家，前途无量啊。多谢林老师您夸奖，不过您今天来是？哦，我就是随便转转，转转。那我带您去逛一下。啊，不，不用不用。啊，哎，小佳，哎，你这工作忙起来能吵架吗？忙起来的话不一定，可能全世界跑。那你对你的另一，对你的家人？不负责啊！啊，没办法嘛，我们这行都这样，所以同行就找了同行，就像我爸找了我妈，也能相互理解嘛。是是是是，互相理解非常重要。对对对，是。那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我是说对事业上、生活上是怎么打算的？生活上、事业上，其实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还没有想好，就走一步算一步。那怎么可以啊？年轻人，尤其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更应该是生活事业两不误，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啊，比方说，你打算几岁结婚呢？结婚？对啊。不是，林老师，我有一点没太听懂。我说你是木还是装糊涂啊？啊，哎，我跟你直说了，啊，好好好，我们家林之孝虽说不是娇生惯养，但也是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是是是，就算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啊，你们的事我作为长辈也不得不过问一下。那最起码啊，你们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和你阿姨啊，是不是？嗯。这个事儿，您可能误会了。怎么了？啊，来的正好，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经纪人。哦，好，你好，你好，也是我女朋友。啊？嗯。你是？我是他，老师。啊，对对对，是。哦，是。啊，好好，那个般配啊。行行行，我再去转转
啊，我送您。不，啊，丁老师您慢走。哎，啊，拜拜。拜拜。我是你女朋友？别误会，临时的。你早晚是我的。今天还练吗？今天不练了，走吧。那就走吧。走。小喜。小喜。小喜。小姐，我们把前两天发生的事聊一聊吧。你还知道来找我，终于知道自己错了。这两天呢，我也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沟通一下，你觉得呢？沟通啊，你说吧。不过我告诉你啊，这次我可没这么好哄。你要是道歉的态度不诚恳，我还是不原谅你。不是，小姐，我不是说我是过来道歉的，我是说我过来想跟你沟通一下，我们双方有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互相说出来，然后改正一下呢？说啊，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不是，小姐，你怎么没明白呢？我说的不是道歉不道歉，你不觉得你也有问题吗？我说的是我们两个双方沟通一下，改正一下。为什么纠结点一直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有什么问题？你说我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事儿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码归一码，是不是你先跟我撒的谎？那是不是应该你跟我道歉？你现在什么意思？不道歉呗？道歉。说吧，给你个机会。算了吧。行，你现在不说就算了吗？再给你几天好好想想吧。不，不说的是我们，算了吧。林之孝，哎，你别跑，我有话跟你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哎，没事吧，小夏？我没事。别动！你干嘛？背你，听话。哪儿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我出去转转。也不跟我说一声。林志孝回来了？没有啊。没有啊。你们父女俩没一个着家的。你先坐。喂，林老师。你在哪儿呢？哦，顾医生，这是我在学校。哎，林之孝同学，你怎么了？受伤了？什么？你受伤了？没有，我现在正在往家走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哎，喂，怎么了？林志孝受伤了，好像在顾医生他们医院。怎么会受伤呢？那去看看吧，伤得严不严重啊？我怎么知道呢？
陈翔。刚才为什么要跑？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你对医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救死扶伤。恋爱方面？没有时间。笑笑，我知道我平时工作真的很忙，没有什么时间陪你，让你没有安全感。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就是，我其实也很希望能够像其他情侣那样，我也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着我。但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要去国外那么久，外面诱惑那么多，我们这么长时间见不到，我不知道你会。所以你是担心我会不会变心？变心是求色，夏夏，所有女人抛开在，所有女人，除了你抛开在我面前都一个样子，我哪有什么心思去求色呀？我已经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了。夏夏，你听我说，其实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我不去啊！啊？你以为只有你担心啊？我也担心啊！我要这么一走，你喜欢上别人怎么办？你这么粗心大意，我走了谁来照顾你啊？你写的恋爱计划，我们还要一项一项去完成。哎，怎么还哭了呢？所以啊。要不一起去，要都别去了。我反正是没有办法把你一个人留在国内。想想，其实有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想，你要是早出生几年就好了。为什么？你早出生几年，我就可以早点遇到你了。不过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哪儿好啊？哪里都好，回到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嗯？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呢？要是我们遇到了又分开了怎么办？现在不挺好的吗？你好好在我这儿，就在我面前。对了，夏夏，有件事情啊，我可一直想了很久了，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名分啊？咱们总不能一直这样瞒着你爸妈吧？什么名分啊？哎，我亲点。林之孝，林之孝，把你腿放下！哎，不像话！我腿受伤了，他帮我擦药了，真的，你看。
擦药要离那么近呢、啊、他分明就是居心叵测。林老师，你别叫，这儿没有护士，要你上手啊？你就是想占我们家笑笑便宜？不是。林老师，我和林之笑在一起了。啊？挺好，挺好，赶紧走吧！你们继续，继续啊！有我在。胃疼。皇太后，我错了，饶过我吧，我错了。说说吧，多长时间了？就有那么一小阵了。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发誓，发乎情，止乎礼，不该发生的一律都没有发生，放心吧。那你上次去郊外不是跟萧山吧？皇太后，糊涂不识字啊，饶过我吧。行了你，我又不是你看见谁看呢。坐好了。那你回答我个问题啊。你们俩无论是年龄还是生活经历都相差挺多的，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你放心，顾医生绝对不是那种人。他跟我说过想拜访你们。你是真喜欢他吗？真的喜欢？真的喜欢。那行吧，你要是喜欢呢，妈妈不反对。你爸那儿我去说。我的金龙皇太后对我最好了，我离你是最好的。哎呀，行了行了，小声点，你又少给我惹。知道了，让我想一下怎么说。我有点怵。加油啊，李女士。我刚才大概去了解了一下啊，情况是这样，刚在一起没多久，而且两个孩子好像都挺认真的。我本来也是要好好问问他的，可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真是有点面对不了。今天要不是被撞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是是是，我刚才好好数落他了。
你这个女儿啊，看着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心思细着呢。这次看来她是动了真心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顾医生还不错啊。你怎么就不喜欢他呢？他只是我的主刀医生，我们毕竟对他了解不多，对不对？我是真心希望你女儿能找到一个好人，别遇人不淑被伤害了。是，但是你想啊，我们要是连机会都不给他，不接触怎么能了解他？你说是不是？昨天还在我怀里撒娇的小女孩，一眨眼就长大了。哎呀，女儿大了总有这么一天呢。先别拿这事儿打扰她了，演奏会以后再说吧。放心，还活着。今天是个平安夜。出牌了，快打开！打开！不是这个系统。那是哪个系统？我看见了，快点！在哪儿喝呢？一起来。怎么了，哥们儿？被甩了？儿子，你又缺钱了？怎么了？没问题，你搞两个系统，神神秘秘。有病吧？我说了吧，我一片忠心，你还不信？哎呦！儿子，还有一件事儿，那200万，你爸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呗。Thank you.
还不错。嗯。怎么样？紧张吗？第一次参演这么正式的音乐会，我感觉我手心都在冒汗。没事，放轻松，加油。粉丝准备进场，古典乐星星，加油。我是你师哥，也是你多年的朋友，以后也还是一样。师哥，谢谢你。我可是要当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提琴家的。我的演奏会，我当然希望你来了。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的梦想是当大提琴手，这丢人吗？表现得怎么样啊？现在还要送我去考研读师范吗？马马虎虎，再接再厉。会不会说好听的？你爸就这样。笑笑，演出非常精彩。谢谢啊。哎，
林小晴，你好。哎，你好，我是爱媛音乐公司的经纪人安飞，也是邵江的经纪人。你好，你刚才的演奏非常打动我，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公司签约。我会好好打造你，成为大提琴新秀。嗯哼，不过我们是一家德国公司，签约的新人都要先去德国乐团先进行一年左右的交流学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吗？好的，可以啊。谢谢啊。谢谢啊。拜拜。谢谢。要去一年嘛。为了庆祝顾先生跟林小姐事业双双大幅度进展，嗯，即将携手进军德国。好开心啊。你怎么那么开心啊？当然很开心啊。那可见你之前跟我说接受异地是有多违心啊。我是拼答应好不好，你不理解我就算了，你现在还取笑我啊。嗯，你现在这么开心，万一我要是有什么意外没有去到德国你怎么办？那我就去找一个金发碧眼的帅哥谈恋爱了。干嘛？Ich denke dir den Damen。 嗯，德语祝你好运的意思。屁，你要这种德语我也会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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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对了，小小，嗯，林老师和李阿姨在医院知道我们事儿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没有哎，我估计是因为我考上乐团并且能够出国去交流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冲击力更大吧。也不知道他缓过神来会有没有什么想法。嗯，那我教你一招保命的方法。什么？约个时间带我去拜访一下林老师。嗯，老林，你怎么了？嗯，没事吧？没事没事。你瞧你愁眉苦脸那个样，女儿不就谈个恋爱吗？你至于吗？就你心大。那个顾卫比林之孝大了不少啊。你女儿呢还没有真正踏入过社会，你也不怕她被人骗？现在还要一起去德国，一下子撒那么远。哎呀，笑笑都多大了，你能永远把她当成小丫头绑在自己身边吗？啊，我回来啦，回来啦啊。来来来，走这边啊。这都在啊。难不成跟你们年轻人一样排除万难出门约会去？老林，你怎么又来了？你说什么呢？李女士，你要不先别蹲了，你先坐会儿。有事儿啊？坐会儿。好了，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你先坐坐，李女士。其实也不是我啦，是顾医生。反正林老师已经知道了，我总得主动的接受组织的考验吧。林老师那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带你去你不怕他？放心，我早有准备，况且结婚和恋爱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你的父母无论做任何的考量我都接受。不是啊，顾先生，你这个人这节奏有点让我措手不及啊，突然就结婚我有点没做好准备。哎，林之孝，你不是吧？你打算对我始乱终弃啊？什么？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其实我不是现在要跟你结婚，或是给你压力什么的，我是想让你
还有你的父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也为我们的未来做期许和打算。况且你在想啊，如果我不主动报备的话，以林老师和李女士怎么可能放心让你跟我孤男寡女去德国待一年？你不怕我还怕林老师潜入我公寓装摄像头吗？他真是这么说的？真的呀，我这骗你干嘛呀？我要骗你的话，他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那不就穿帮了吗？人顾医生能主动提出来，也算是成熟稳重、明事理啊，有担当、有责任心了，是吧？是啊。那既然这样，老林，咱们也别太为难孩子。再说你的命都是人救的。是啊。能是一回事吗？啊。这样吧，啊，礼拜天让他来家里吃饭，我得跟他好好聊一聊。那太好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太激动了，我就知道我们家老林就这么善解人意，是不是？那行行，我现在去跟他。啊，怎么了？怎么了？发微信说。没问题，你现在说什么我都听你的。本来也没说去找他说，本来就要发微信嘛，人家现在在医院不在家呢。那我先退下，我去跟他说让他好好准备。成熟稳重明事理，我们家老林真棒啊，真棒。聊了再说。林老师对于你的主动投案决定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约了星期天吃饭。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不和你说了，我得工作了。有事儿啊，而且是好事儿。晚上有时间吗？我要给你和顾医生好好庆祝一下。哎呦，不用吧，搞得这么隆重，真是的。快别和我装了，赶紧和顾医生确认一下。回我啊，拜拜。知道了，知道了。那你等会儿啊，拜拜。好的，没问题。哎，顾医生。急诊那边刚送来一个车祸患者，腹部遭受了严重撞击，疑似有脾脏和胰腺破裂，需要立刻手术。马上联系患者家属，通知手术室立刻做准备。是。顾医生已经过去了，你们现在赶紧联系患者家属。病人腹腔大出血，不能等了，必须立刻进行剖腹探查。病患家属呢？尝试过各种办法，目前还是联系不上家属。顾哥，病人情况还在恶化呀。但是没有人签手术同意书，一旦出现问题，顾医生的处境会有麻烦。不等了。患者的生命比较重要，我去给医务处打电话申请批准。好，麻醉师，快速补液扩容，血压掉下来了。怎么样？你们家顾医生怎么说？我刚才打电话，他没有接，估计是在忙吧。
我下午去学校，下课以后我打算直接去找他，反正他今天也没有值班，当面跟他说喽。我还有点不理你的时候啊。当然有了，你不记得了？不记得。林老师刚出院和入院化疗中间的那一个月。难不成那时候你对我就已经我没有，没有吗？我没有，没有吗？我没有，我可能一定有。我没有啊，顾医生，是不是那时候就你爱上我了？爱上你，被我容绝美的容颜吸引的，还有开朗的性格，是不是？你说你爱上我了？爱上我了？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有，可能有那么一点，一点点吗？一点点。行了，我说没有。